出的话，这个时候，输出的话呢会有问题 ，none 找不到，好、哦，找不 not available 了哈、哦，我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嗯，我把这个，哎，这为什么全部清空了？啊，刚刚是不是执行到了？好，然后，这个等一下再看一下啊，可能要再把那个资料贴回来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输出啊，再来怎么样呢？把那个，有没有第二列的地方？所以啊，特别注意啊，把二改成什么呢？记得双引号 ，and 改成什么 i， 然后前后再加空白，有没有？然后往下特别注意，只要看到二的地方哈。最 B 二，这个不用哦哈。D 二贴上，一二贴上，然后再 D 二贴上 ，H 二贴上，这样就做完了。做完之后你执行的话，哎 ，Booking ID 部分就 OK 了哦。好，那因为我这些资料有点问题了，我就不 demo 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再来的话 Booking List， 这个 Booking List 也是一样。好，不过 Booking List 是跟它会联动的。这里我想你们先试一下，程式码我把它放在云端，好，所以这边好，啊有问题，那也欢迎从这边可以发问题。好，不过好像只有一个同学登录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部分哈，那因为可能是清除的时候不小心清到哈，前面我把它重新再补上，那就 OK 了。所以将来有个清除，那按下它的话。它会自动帮我把公式一个带过去。那将来呢？如果说你不知道说哈哪些地方是需要改 i 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二会变成三的地方，其实就是你将来要改的。一个、两个有没有？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那以后的话，你就怎样把那个地方本来是二哈，你就把它先做一个啦，其他就用贴的。那你慢慢熟练之后哈，应该就会很习惯了。不过刚开始可能都同学对于那个怎么样把 i 放进去这件事好像会比较难的。不过看久了之后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哈。大概标准化流程是这样，第一个就完成了。第二个就是也是一样到这边先做清除，那一定是 for i 等于 a 二，你这个时候不要用 b 二了，用 a 二的话哈，你用 b 二砍错向下。完蛋了，10485576。所以如果同学遇到那种，奇怪，一直转转转，有之前有同学问，老师一直转，他都一直出不来，好像停在那边很多秒，最后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跑到10485576，清除每一个每一个帮你清除，所以他跑多久？100多万笔哎，哦，所以即便再快的速度哈，也还是再快的电脑，像我们这个好像四核心的吧，还要那么久。所以如果说像以前旧电脑哦，如果你写错程式，那不得了了，大概应该跑很久，跑个半个小时还跑不完哦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就程式一定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，然后呢 b c d e f 清除，所以本来前面只有清一个 a 栏，现在是清总共这边有五栏。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一样把它复制贴到底下，所以清除的部分做完了，总共会有五个栏位，然后呢再把这个我们的公式逐一贴上，如果遇到双引号记得哦把它补一个哦，把它补一个哈、哦、然后我好像之前遇到比较会有问题应该是一栏，一栏的话哈，我看一下刚刚好像有发生错误，我再试一次看看。好，那后来我要改一个地方，这个公式的话哈，在上面这个的是它的公式，好，你看 ，Ctrl C， 然后呢，我是把这个公式贴上这边哈，那大概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错哦，所以我们就是改哪个呢？那如果你不确定要改什么，你可以。